您好，请问一下邢国良邢队的办公室怎么走啊？邢队，哎，邢队下午有个会啊。你，哇，怎么是你呀？别拿手指我。记得我吗？都追这儿来了，阴魂不散。上次那拳差点没给我打晕过。我真的看不出来你是一个警察。这事到此为止。哎，你这一拳打得可够重的、啊。我不知道你是一个警察，也没有人通知我你是警察。对不起，现在我知道了。如果你有任何意见，去找你们领导，要么你投诉我。350285，记住了吗？投诉你没问题。你叫什么？不说话，沉默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吗？跟着我，我凭什么不跟？